哎，梦如，旅行中对你最重要的是什么呀？那还用问吗？就是吃。没错，作为一个资深吃货，吃绝对是我旅行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这一期节目，我就带着你看看我在 Key West 作为吃货的一天。首先，睡到自然醒之后，必须要吃一个 brunch。而在 Key West 最有名的早餐店是哪家呢？就是这里。如果讲到 Key West 的有名的餐厅啊，现在我所在的 Blue Heaven 绝对可以排得上前三名。大家知道吗？在 Yelp 的点评里面呢， Blue Heaven 的点评啊达到2800多条的 review， 而且它是4颗半星，接近满分，真的非常难得。而这个餐厅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1992年，当时艺术家 Susan 和作家 Richard 开始在这个树底下供应午餐，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的 Blue Heaven。如果说到这个地方呢，100多年前呢，建筑商把这个地方给出售了，所以成为了居民呢斗鸡啊，还有赌博以及周五拳击夜的场所。2楼呢，则是一些所谓的妓院和歌舞厅，在当时的时候啊。所以我们来到这边呢，其实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的斗鸡的文化，而且在这个餐厅里面有很多非常好玩的细节。大家可以看到我眼前的这个小牌子吗？这里其实是有淋浴间的。非常有趣的是，你洗澡呢$1，你看别人洗澡就要$2呢。这家后院餐厅、酒吧和现场音乐场地带给一种闲适慵懒的感觉。这里甚至有一片公鸡墓地，毕竟100年前这里可是斗鸡赌博的地方。有空的话可以像我这样去2楼看一看。以前这里是舞厅、妓院和剧场，而现在2楼还有一个小洞可以窥探到里面的小房间。要是你问 Key West 当地特产是什么，估计10个人有8个人会回答你是 Key Lime Pie。作为吃货，我今天的下午茶甜点就是要吃这个特产，地址就选在 Key West 卖这个最有名的一家店 Key West Key Lime Pie。 在美国版大众点评 Yelp 上面，这家店可是有上100个评价的4星店呢，而且你在这里可以现场看到 Key Lime Pie 的制作过程。这个就是来到 Key West 必吃的 Key Lime Pie，这里绝对是 Key West 的特产，所以你在这里的每一家餐厅的甜点单上绝对会找到这一项的选择。所以现在就让我来尝一尝这个著名的 Key West 的甜品到底是什么味道。一拿出来呢，是有冰冰凉的触感，确实非常适合在这个炎热的季节来品尝。说实话，对于我来讲，这个甜度有点甜，因为呢，它制作的主要的原料呢，除了这个 Key Lime， 我们可能叫做酸柠檬吧。之后呢，它的用的奶制品的材料应该是炼乳，因为当时刚刚这个做法刚传到这个岛上的时候呢，由于那个时候岛上并没有冰箱，所以想吃到新鲜的牛奶可能是比较难的，所以大部分人制作这个派的时候会用这种浓缩的罐装的甜牛奶，所以就导致它的甜度比较甜。但是我相信有很多人比较喜欢它冰凉的触感，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吃的时候呢有点像果冻布丁的味道，甜甜的，再配上它酸酸的这个酸柠汁，口感还不错哦。晚餐可是我们今天的重中之重，而这家餐厅不管是从美食还是美景，真的不会让你失望。这里就是
我邀请到了这里的美女主厨和我一起品尝晚餐。我点的菜必须是这里的特色，那就是 On the Rock。Curious about the On the Rock menu. What is that all about? So that's just something fun that we wanted to put in place where people could actually cook the food themselves. Just like that? Yep. So this is what you have in front of you. It comes out with a basalt stone that's cooked to 575 degrees. And then we do a grouper, we do a filet, a shrimp, and you can cook the protein yourself. Wow. And you get, so here we have a filet mignon that we slice up so that it's easier to cook. And we marinate it in an herb oil and a little bit of garlic.So it's just so it has some seasoning to it already. And then we make an herb butter with some cilantro, some rosemary, some thyme. And then this is a truffle demi-glace that goes with it. Just salt and pepper in case anyone likes a little extra seasoning. And then your choice of two sides. And if you get the grouper or the shrimp, it comes with a different sauce. 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滋啦滋啦的这个声音？这应该是每个吃货非常喜欢的声音。So how long I should cook it? It depends on how you like it. How you like it cooked. Medium rare, you can just flip it for another 45 seconds or so. 在我们自己在石锅上晒啊烤制作的这个时候呢，已经可以看到这个肉质有多新鲜，有多么的嫩滑，而且很多汁啊，非常 tender 啊。This meat is really juicy and tender. It's very we can tender. Say that. And the heat of the rock keeps all the moisture in there.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一刀下去的时候，真的整个的肉质非常的鲜嫩，而且我觉得火候刚刚好。我要给自己点个赞，可以看到吗？刚刚好是我非常喜欢的 medium well。我决定什么size 都不加，什么 sauce 都不加，尝一尝它的原汁原味。已经不想说话，想再来一口了。整个的肉质非常的鲜嫩，而且非常的多汁。我觉得在石板上烤出来的这个 filet mignon， 尝的跟我们平常在餐厅里边已经准备好的完全不一样，因为你可以真正的感受到它的这个温度，而不至于说从厨房端出来的时候，它的温度或多或少会有一点点的下降。真的太棒了 ！Cheers， thank you for coming。Yellowfin 的菜品是我在整个 Key West 吃到最有特色的，这里融合了很多亚洲的风味，这里的海鲜都是当天的捕捞，新鲜十足，一口下去仿佛都是海洋的味道。餐厅环境很棒，餐具的布置也很用心，半开放式的用餐区可以感受到海风阵阵，等餐的时刻还可以去甲板上走一走，而我们所坐的位置就可以看到晚上的海。不仅是美食， Yellowfin 的人们也让我难忘，比如主厨 Katie， 她对于美食的热爱倾注了全力，比如这里的调酒师和服务人员，他们总会根据你的喜好给你一份独一无二的菜品。在这样的夜晚，在这样的餐厅，你总会想到很多，但所有的人和事都似乎有了温柔的名字。不管曾经是如何，在 Key West 它都柔软地向着夜色下迷人的海。旅行中的美食给予我们记忆，而我愿把我的记忆留给这里。We are all alone.